为国为家辛苦操劳，离了连家人的面都没见着。您不要太过伤心了，您一定要保重好身子呀。都是这个罗氏姨娘，我儿武艺高强，要不是她刺伤了他，他定不会葬身火海。薄情寡义，天理不容，我要让他为侯爷偿命。他谋害家主，犹如真前杀帅，我要让他一命抵一命。师娘，既然侯爷之前替你隐瞒，我想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，但母亲此时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你还是赶紧出去避一避吧。他若无法回来，我也不会独活。把十一娘给我带出来。侯爷对你这般深切如许，你居然害他，你狠心害他丢了性命，我要让你到地府去跟他赔罪。还请母亲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等侯爷回来。他若活着，请允许我向他致歉忏悔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。若侯爷不幸身亡，到时我愿自觉在他灵前以死谢罪。你不配，你不配再见到侯爷。娘，我知道您是到四哥的死穴痛不欲生，可是您再生气也要看在尊哥的份上网开一面啊。难道你想让他再承受一次丧母之痛吗？我再让你苟活一段时日吧。杜妈妈，哎，把罗氏姨娘拉到乡下农庄，告诉那边管事的，她的一切用度都比照奴婢。娘，她可是害了侯爷的人，如若你们暗中相帮，那就是以徐家作对。